泰鲁格，代表的是一个族群的名称，也是昔日汉人对居住在三站西至大浊水溪南岸的一群原住民的称谓。位于台湾东部，横跨花莲、台中、南投三个行政区的泰鲁格国家公园，南北长约38公里，东西宽约41公里，面积共计92000公顷。海拔3000公尺以上，位在泰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合欢山，是一个拥有许多台湾特有动植物、绽放缤纷生命且群山环抱的区域。而合欢群山的守护者，位在合欢北峰小峰口的合欢山管理站，不仅提供多元解说服务，服务设施也十分便民。前往合欢山只需短短几个小时的车程，从平地到高山，随着气候变化，海拔攀升，伫立在合欢主峰上的林线，朝东看日出，西侧观夕阳，蓦然回首，竟是千变万化，令人惊叹的云海。合欢山的美，美得像人间仙境，美得令人由心感动。沿着中横公路往大余岭的方向前行，位在泰鲁格国家公园西北方的官园，受到高山地形及气候之赐，和有如飞瀑般的云海紧紧相依。雾林与云海是官员的景观特色，而位于中横128.3公里、海拔2150公尺的碧绿神木，是一棵见证泰鲁格3300多年历史的峦大山巨木，像是一棵迎宾树般，热情迎接来自各地的游客。由官员续往东行，海拔下降至915公尺，来到中横公路修筑期间所成立的西堡农场。而逐鹿人的后代多年来在泰鲁格国家公园的协助下推广有机农业，为地球善尽一份心力。距离西堡东边约莫8公里的天祥，为泰鲁格峡谷中宽阔的河阶台地，以东峡谷壁立千仞，是峡谷最精彩的区域；以西峡谷地形虽较不壮观，取而代之的是深壑溪谷，有别于峡谷的壮丽。而临近的莲花池、白杨、绿水步道，因季节变化显得风情万种，是旅人值得探访之处。千万年来，利物溪不断地切凿，地壳缓慢地隆起，造就独特的泰鲁格峡谷。九曲洞步道紧邻着高山深壑，向下俯瞰是集团的利物溪水，两岸山壁紧致，所呈现的是自然与人工交融之美，也是峡谷地景精华中的经典。来到吸引中外游客慕名而来的燕子口步道，坐拥峡谷、
湖穴、涌泉和造型独特的印第安酋长岩，漫步其中，处处都是令人惊叹的旷世奇景。日治时期是合欢越岭古道一部分的追路古道，早期是泰鲁格族部落间联系的要道，也是泰鲁格国家公园境内十分重要的史迹保存区，长约10.3公里，高约765公尺，站在古道上俯瞰脚下300-400公尺深的峡谷，令人惊艳不已。为了让游客亲身体验泰鲁格峡谷雄伟壮阔的景观，每年秋天，泰鲁格张开双手，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以双脚亲近自然，并用身体感受峡谷的气势磅礴。曾经是泰鲁格族人居住地的部落湾台地，泰鲁格语是回音之意。国家公园在此成立管理站，并规划成原住民特色园区。来到部落湾，就好像进入到泰鲁格族的历史生活现场。而这里曾经是利物西古河道，独特的环流丘与河街地形，更是印证大自然的力量。每当台湾百合花开，迎风摇曳之姿，总能吸引众多游客造访。位于利物西出海口的北岸，利物西冲积扇三角洲顶端的泰鲁格台地是泰鲁格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的枢纽，是进入国家公园旅途的第一站，设有服务中心，提供旅游资讯以及解说导览服务。伫立泰鲁格台地上，可东眺利物西出海口，西望泰鲁格峡谷，晨昏与四季都展现不同风情。在泰鲁格游客中心不远处，步行约20分钟路程即可抵达沙卡当步道。由于沙卡当溪流经大理岩地区，水中的微酸溶解大理岩中的碳酸钙成分，而使得溪水经常呈现清澈的蓝绿色，岩石也因为溪水的琢磨而有了美丽的纹身，犹如一幅抽象的水石画，可让旅人尽情发挥想象，与水石对话。您想过在壮丽的峡谷与浩瀚的太平洋来场音乐派对吗？以大自然为舞台，连接音乐创作，激荡出人对自然的醒思。一年一度在泰鲁格山水间的峡谷音乐盛会，深受许多热爱国家公园与音乐朋友的欢迎。泰鲁格的山林之美，充满生命力。在不同气候、
不同时间，泰鲁阁都以莫测高深之姿，轻易地虏获旅人的目光，让人想要一窥神秘的面纱，并一清芳泽。回顾历史，前人的昔日辉煌，努力耕耘，写下一篇篇利物浦的故事，也由于泰鲁阁国家公园多年的发展与创建，并且重视生态保育，让泰鲁阁的山水壮丽依旧。走一趟泰鲁阁，把这份撼动与感动继续延续下去。